车门等候下车。运行方向后端车门，请留给上车的旅客。由于列车停车时间很短，未到站的旅客请不要下车走动，以免耽误您的旅行。谢谢您的合作。梦赛站就要到了，需要补票的旅客请抓紧办理补票手续。身高1.2至1.5米的未成年人乘车时，应购买与随行成人分别相